stressed on the that holiday.现在在自由滑翔阶段，好冷啊，手要冻僵了。人跟着转，人走脚动。那一直是无动力滑翔状态。啊，往右再走一个航线，往右走了。还是几乎不掉什么高度，嗯。推远一点，推远一点，你是跟不上的，对，对，好，再右转，这一定要把它的能量消耗完，这个太能滑了，这贴着地都要滑半天，推杆，再推低一点。好，我也抓不住了，哎呀呀呀，哎，哈哈，哎，这个比较牛了啊，行了。